好，再来看到这个年轻的世代，去年参加金牌创世代原创音乐甄选比赛，获取最佳主题曲作曲奖的洪比利。我们来看，在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啤酒工厂登场表演了。他深邃的五官跟对音乐的执着，吸引了很多的粉丝到场支持，好嗨哦！同时呢，烟酒公司也集合了全台13家的酒厂，规划包括50年代的西福号、跟台式热炒店，还有传统的森药房，还有三色旋转灯的李荣苑，还有浓浓怀旧风味的台湾街道，为喜欢音乐还有微醺的感觉的朋友来营造欢乐的午后时光。而且台啤第二届的原创音乐甄选也预计在6月份展开，也欢迎各路好手踊跃的展现自我，他们将会持续的提供音乐创作者圆梦的舞台机会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给他们加油打气。